种人。第一种人呢，就是看完一部 AV 坚持不撸的人。第二种人呢，是撸完还坚持看一部 AV 的人。第三种人呢，是看完一部 AV 还没撸出来的人。好污啊，我竟然明白了，天哪，谢谢，感谢情话哥哥，谢谢。什么情话？啊，我不是这种人，你们